喂，去到边噶？而家咪嚟紧咯，咪吹啦！我系阿仁，我系阿欣。有时啲嘢好得意噶，两个唔识嘅人去到同一个地方，做紧同样嘅嘢。咩无聊啊？你瞓觉唔无聊咩？去到边啊？我打支吉他俾你。得，三秒 OK。攞住啦，衰仔！唔该你，人忍帮我揾支吉他翻嚟，都系你最好。留翻同佢讲啦，呢啲嘢。哇，你咪话喎，寻日船 P 真系劲多女，你唔嚟实在太可惜。咁咪益你咯，食肉瘦。诶，咁都要你帮我揾支吉他翻嚟先得嘅，人忍。得啦。喂，点啊你？我嚟咁耐，笑咁耐嘅。讲个秘密俾你听啊！咩秘密啊？我同咗个男仔一齐啊！吓，你讲真噶？喂，有冇搞错啊？又话唔拍拖，唔怪之近排成日都唔理我哋啦。啊，唔好咁啦，缘分呢啲嘢。但话俾你知啊，如果 Kerry 知道咗，就一定嬲爆你咯。唉，唔好咁啦，佢 OCam 识嘅师兄嚟噶。OCam 啊，好彩我先冇啲去咩 OCam 啊。即系开成之后啊，你都可能识到哥咧。我先唔会啊。咁样算唔算系缘分呢？我身边呢个系 Angel， 系我嘅好姊妹。Angel， 嗨，快过嚟坐啊！而呢个就系我另一个好姊妹 Carrie， 同以前一样，好快就识到新朋友。Billie 今日都有拎吉他，不如你弹首嚟听下。哦，咁 Carrie 叫到梗系冇问题啦。Felix 佢就系咁噶啦，一 show off 就会成为大家嘅焦点，而我都系做翻路人啦。就算身份配不起，我也未会心死。Oh yeah。不过今次好似唔止我一个。咦？佢咪系？首歌我寻作噶，叫《女神与小丑》啊。哦，咁你下次可唔可以教我弹？好啊，阵教你弹啦。好啊，唉，我去厕所。哦，好啊。咁支吉他。我唔同你哋食啦，約咗 Samson 啦，拜拜，拜拜。佢而家成日都係佢男朋友唔理我哋。我 Samson 啊，幾好仔啊。我又識，係啊，之前見過啦。喂 ，Carrie， 不如一齊食 lunch 啊。好啊，誒一齊食啊。我唔去啦，我揾書啊。嚇咁？喂，行啦，好痛喎，快啲行。好啦。頂，又係咁。friend 阿 Carrie 仲未嚟嘅，系啊，补习啊嘛。哦，自己约人自己有迟到啊？唔知咁啦。喂，边个系叫阿欣啊？系啊，做咩啊？成日自己一个坐喺度。佢咁耐遇人嘅，关心下朋友啫，见佢自己一个人。我已经差唔多噶啦，以前屋企发生咗啲嘢。
但我而家真的很担心妈妈。点解佢可以咁狠心咁样就抛低咗我哋嘅？其实系咪个个男人都系咁噶？傻瓜，你妈妈有你，你有我哋啊嘛。其实冇咗男人，女人一样可以生活得好好噶。唔好谂咁多啦。唉，其实过咗冇耐，佢已经好翻好多噶啦。喂，咁先做咩啫？喂 ，party 嚟噶嘛，继续继续继续。你走啦！唔使洗牌啦，又系我死。喂，放慢住口阵先，你慢慢望。吃啲嘢啦。哦，唔该。我见你成日坐喺度冇食过嘢，估你肚饿噶啦。咦？你个 friend Carrie 仲未嚟嘅？佢帮人补习啊，所以迟先到。你同佢同学嚟噶？嗯。对唔住咁多位，我迟到啊，啱啱帮人补习啊。搞错啊！咦，阿欣你到咗啦？梗系到咗啦，自己约人自己就迟到。你收声啦，做乜唔过嚟一齐玩啊？唔啦，啲人都唔熟，好尴尬嘅。你玩啊？我都唔惊啦。快啲过嚟啦！得啦。咁你去玩啦。咁我过去先啦，你一阵过嚟啊。喂，一齐出去玩啦。唔啦，好多人我都唔识噶。你去玩啦。唔惊我，有我陪你啊嘛，嚟啦。哇！咦，你输咗啦，等我嚟话。诶，咪住，我帮佢顶。好，咁我就画你啦。画佢啦。因佢今日开心咗好多喎。我翻嚟啊，冇人去啊！喂，哇！啊，你个衰仔啊，玩游戏咁叻嘅，你都未输过。OK 啦，你今日同阿欣好似行得好慢嘅，你唔系话同 Carrie 入去嘅咩？咁快转？唉，讲呢啲，使乜咁认真啊？咁我见阿欣一个人无无聊聊，咁啊过嚟聊下佢咯。咁我见到都几开心啊！喂，好似同 Felix 个 friend 喎。Felix， 我都觉得佢几好噶，其实。唉，唔系讲你啊，阿欣，头先你同佢好似好 friend 咁喎。咩啊？我边有啊？哇，幾好傾到咯！係咧，你哋係咪同佢好熟㗎？哦，你係咪對佢有興趣？冇啊！嚇，咁快想知道人哋啲嘢？原來咁樣都幾開心啊！咦，你喺度嘅？咦，嗨，冇啊，啱啱平咗屋企，咁而家咪等小北翻屋企咯。哦，你咧？咁我都系住呢度附近嘅，啱啱练吉他咯，同啲 friend。练吉他？嗯。喂，你系咪同 Felix 练啊？啊，系啊，都有其他人嘅。想知咧 ，Felix 朋友系点
佢份人都 OK 嘅，咁佢中意讲嘢，所以好容易相处。其实阿欣啊，系啊，我仲想问咧，佢除咗中意夹 band 玩吉他之外，仲有啲咩其他兴趣噶？我有啲事啊，要先走啦，迟啲再倾啦，拜拜。你喜欢这首歌啊？我喜欢这首歌啊，是不是 Felix 教你弹的？是啊，是啊。你可不可以教我弹这首歌？ Felix 没教你吗？错啊，他有啊，不过可能我自己没什么天分，所以学吉他学不成，那我不想经常打扰他嘛。其实你觉得 Felix 他怎样？ Felix？ 嗯，他很好人的，还有呢，教我弹这首歌的时候很温柔，还很有耐性。其实 Felix 佢，你有乜教我弹啫？其实你冇用心留意你身边嘅人噶。啊，呢个同我吉他有咩关系啊？啲嘢你唔由根本学起，你得到嘅嘢好表面嘅咋。你讲啲嘢咁深嘅？我唔会教你。点解啊？几得意嘅，个人有热情系嘛？咁好似唔系几好。咁感情嘅嘢话埋噶嘛，系咪？咁都系。咪讲表白啦，我连做兵嘅机会都冇啊！唉，自己约人。又遲到，哎，得嚟啦！等等等，搞錯又遲到，哎呀 ，sorry 啊，要學埋吉他先嚟到嘛。哎，入嚟先講啦。你嚟咗啦？
系啊，等咗好耐啊。系啊 ，sorry 啊。几时学吉他噶？之前冇听你讲过嘅。都系学咗一个月到啫，你好渣咋。吓、啊，弹首嚟听下。好啦。欣，之前唔系话你学过吉他咩？哦，系啊。不过咧，我都系啱啱学嘅啫，所以弹得唔系好好。而家仲学紧啊？系啊。首歌是他作的，我特登作给我听的。去哪边啊？我帮你醉酒先啊。好，喂，我低了好点。收到个 message 咗？冇啊。咁，其实你有咩最惊知噶啦？其实我一直都唔知唔应该去。点解嘅？点解之前我叫你教我弹一首歌，甚至你唔同我讲啊？你记唔记得嗰次啊？我问你有冇用心去睇身边嘅人，同埋嗰首歌。是 Felix 叫我帮他做的，但我没想过他会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你们个个都要这样的？为什么你们个个都要给承诺和希望我，但最后都要呃我啊？阿欣啊，我不想再听啊。听到他这样的，根本从来应该开始，相爱从来无罪可言。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定，巧克力融化慢慢流出苦涩，眼泪落下菊花内心灼热，看不透未来也决心勇敢去爱，熄念心思踏出谎言，用心被爱，真爱不能明白，宽容足够把伤痕覆盖，经过冬季才会珍惜花开。
心被爱。